因为离长城田园独秀，能够一枝独秀的风景，在长城当中一定是相当特别。明天的美国总统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就会像我这样子从入口进来之后往左拐，沿着这一段这个长城路线呢来进行游览。 慕田峪长城段是明朝朱元璋手下大将徐达在遗址上重建，蜿蜒连绵直达山巅。旁边山头上“忠于毛主席”五个大字有点突兀，但也是历史的一环。这不松动了吗？哎呀，那这怎么办？看看吧，处理。 外宾要来，非同小可。管理人员拍打着城墙，长城头到长城尾一巡再巡，就怕这610年前盖的石城墙松脱，砸坏了外宾。五天戒严，整个这穆田峪都封闭了。那楼山下还能？山下都封闭了。然后明天来。 应该是来这儿。周三紧急通知，周五全境戒严封闭，不准游客上来之外，长城敌楼上周遭山头上将布满狙击手，武警则会穿上迷彩服，伪装躲进长城边的树林里。空中则搭配两架武装直升机，天上地上立体围安。开府之前呢，总共有七位美国总统访问北京，那么其中五位有来登堂城。那么这五位当中呢，只有柯林顿呢，他是来到这一段 长城慕田峪长城，各国元首访大陆，长城是传统老三站之一，也只到距离比较近的八达岭。这一次梅兰妮亚独自留在北京游长城，还选了路程比较远的慕田峪。不到长城非好汉，川普选择让夫人先当了条好汉子。记者童又宇、李东毅，北京慕田峪长城采访报道。